喂，怎么来？你想要买那个呀？你看这个，森林家族旋转。你不要一直闹我。看看。选择困难。让你头爽。天风。嘿嘿，我是大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。那我对。这个是什么？可以啊，你们看喜欢，看猫小猫咪喜欢的就可以了。我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？骑马的呀。好，我们可以先到券后再决定要买哪一个。是芭比的妹妹。芭比妹哈。还是买那个小狗咬骨头的那个恐怖游戏，好不好？不要的，不要，真的很害怕。啊，是是是是是，这里也可以啊，海盗船，这我们家里也有了，对的，很恐怖的，对不对？不要。啊啊啊！那刚才那个森林家族溜滑梯，我觉得不错啊。森林家族溜滑梯，还有森林家族摩天轮啊。没办法，你看上次不是在吵吗？在吵说你之前钓鱼的都丢掉了，他可以转啊，然后你可以去钓鱼哦。我没有钓鱼，不要，不要钓鱼。然后他打开，他在，然后鱼就开始转转转转转，然后他嘴巴打开，然后你用钓竿把它勾起来，好吗？小猫咪，你要选好没有？好了，给他们自己选。喂，怎么了？你想要买那个呀？你看这个，森林家族旋转。你不要一直闹我。看看。选择困难。这个。我们家已经有那只小猫了。你要这只是不是？可我要这个。哎。真的，你两个就两个选一个就可以啊。这只小猫可以当那只家里小猫的姐姐。好啊。你是喜欢那只小猫是不是？好像他已经选好了，妈妈。小猫咪。小猫是姐姐吗？哦，也可以啊。它主要是这个飞机有没有？它会转圈圈哦。我要看它是不是自动还是手，应该是手动的吧？它怎么转呢？用手让它转的啦。对对对。那是要右下面的。妈妈看那里，你看一下妈妈那什么？这1199。两层楼的。哇，好想要！还有附家具哦。好想要哦。买这行比较划算哦。这个可以跟大房子并在一起。好，买这个1190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我不想要买这个。这是只有小猫，你喜欢这只小猫的，对不对？但这是看房子可以住。小猫，这只小猫，爸爸下次再帮你买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要这个。我们下次再买这个。这次妈妈帮你看一下，买小猫给你就好。我们下次叫妈妈帮你买她的两只小猫。下次。然后下次我再买她的一组家人。一组家人会有好几只小猫的，好不好？可以住在这间房子里。来，爸爸拿给你看。一组小猫的。一组小猫的。我不要，我要这个。有看看有 baby 的，我会买 baby 的给你，好不好？这个可以跟在房子里面，嗯，它可以吃饭啊，它可以跟在里面煮饭呢，好不好？然后你看，它可以跟在房子里面煮饭，三层楼的呢。跟广武一起连接哦。对啊，嗯，这个比较好玩嘛。啊，这个下次我再买。超想看这个画面。可是妈妈觉得这个比较好玩。医生，我不喜欢打煮饭。当煮饭的，你可以帮他做别的事情。他可以有床可以睡觉。我们森林家族都没有。都没有床，对啊。我这有那个。
做 Magico 的合作，你朝我的方向走来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举手。这里面有只小大兔子，大兔子，你看啊，有兔子。小红家里不是也有一只了吗？对啊，就是很多兔子一起玩才好玩啊。不行。小猫，我们下次买好多只小猫跟你一起玩。家里已经有一只兔子哦，真的好漂亮，对，好新耶，壳子都很漂亮，真的可以。好吗？我明天一定要帮我买这个。下次姐姐生日。哇，小猫咪真的好大，爸爸也好想要哦。那你自己生日帮你自己搬，很大一个，要不要自己搬？那你下次也会自己搬吗？没关系啊。小猫咪自己搬，可以用爸爸的车。好，让我们的爱朝你方向走来。谢谢大姐，有兄弟朋友，来。会不会太重？你可以请那个司机老林帮忙负责搬，来看爸爸。哦，小狗狗，没兴趣了。好，雨伞。他想要跟弟弟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